现在是晚上8:30了，迪士尼这里头马上就要开始烟火秀了，都在等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梦想等待唤醒，我们都拥有释放内心童真的神奇力量，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现实世界变成梦想中的天堂。所有的梦想在这里都会得到绽放，魔力钥匙在你手中，但有时内心的童真需要唤醒才能重获自由，唤醒童真，让梦想起航。